我要舔我的脚。秋冬泡脚好像是挺好啊，就是泡着脚看看个电视，玩个手机啥的，挺放松的。对，主要是躺床上玩手机觉得不太健康，就边泡边玩，心里能好受点。加这个加那个，像腌咸菜似的，真的。你说我一下给这个踩翻了，你咋整？我就打你，真的，我就得哭，我指定打你，你放心。你是有洁癖吗？我有点儿。我爸在家泡脚还拿那个五大连池那个石头，你知道吗？粗。对。啊，我妈也是。完了，我们仨现在已经完全不能动了。对。你们平时真本人真有泡脚的习惯吗？没有。他泡，我刚搬家的时候还泡呢。啊、哦，我也是刚住到一个新的那个里面，我买了个泡脚盆，就那种电动的。啊，广东有那么冷吗？挺冷的，但是不会冷很久，大概就一个多月吧，我感觉。那有多冷的屋里？我来北京的时候，我看是8度啊。我如果在广东8度，那肯定就是保暖裤加羽绒服啥。至于吗？完来北京发现8度没有那么冷，8度而已。哎，杭州8度也可冷了，是吗？对，它就很透。我扭到我状态很集中，所以就来。你好像我们家阿姨，天天就逗死他。去下去下去下去！哎呀妈！去，你不发现危险了吗？去战胜他去，快去！去！看《迦南传》吧，不行。腾讯视频多好，腾讯的员工都送腾讯视频吗 ？VIP 啊，我是没有，反正。啊，浪漫杨子不是中了一个终身的？对，终身会员。多少钱啊？中的啊，终身腾讯视频终身会员。我有终身的绿钻。我啥也没有，我。你有我终身的祝福啊！你那祝福能让他少看一个广告吗？你老来挺好的，你要常来就好了。我不在北京。雷总，考虑一下给个机会吧。挺好，你说本身自己也有一些知名度。我能吃苦，能吃苦，工资呢？要的高吗？行业水平略高于行业水平。这是要自拍吗？对，这样。对啊，我俩在里面。在了，在了，在。那我都没有手摆动作。3, 2, 1，这么看你俩是有点像，有点吗？眼镜像，法令纹像，不是啦。